花式足球世界杯上海站完美收官。6月19日，在上海南京东路，2016红牛花式足球世界杯上海站比赛如期举行。经过一系列的排位赛、淘汰赛争夺，来自香港的19岁小将黎俊贤和来自上海本土的体育教师王张凯双双进入决赛，顺利拿到即将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门票。小将黎俊贤以原创动作赢得了裁判们的赞赏，而王张凯也完美地诠释了自己对花式足球的喜爱。除此之外，上海站还请来了足球名将曲圣青前来观战，让现场的气氛更显热烈。这次比赛可谓高手云集，来自越南的裁判 汤盖奇 和另外两位裁判曾多次在比赛过程中表示赞赏。他们认为在场的大部分选手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。此外，他们还告诉各位运动员应该更好地享受比赛，尽量减少技术动作失误。2016红牛花式足球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激情上演，16位身手不凡的参赛选手经过排位赛与淘汰赛的比拼，最终上海本土选手王张凯与中国香港19岁小将黎俊贤脱颖而出，获得了进军总决赛的资格。